我会永远珍惜你，直到下世纪。昨日就是 Super Moment 温柔革命十周年演唱会的头场啦，气氛有几好，看看现场反应就知啦。要热血有热血。要祝福都有祝福喎。但全场最震撼的通通都不是这几幕，而是新年为已故经理人 Gary Chan 唱最后晚餐的这一幕。就是你让感觉从此不再简单，平凡到处也是彩色，只因岁月引诱你我的足迹，情从未变，历练了多少变迁。期间新年都唱到哽咽，全场以手机电筒化为星海添啊！愿你没有牵挂远飞，在地平线上也有我为你打拼。去吧，我会永远珍惜你，直到下世纪。